呢一首歌，如果大家有睇過《喜愛夜蒲》咧，都應該聽過嘅，因為呢一首咧就係、《喜愛夜蒲》嘅主題曲，咁我係 cover 24比嘅。咁因為之前咧喺大陸登咗好多次台，咁而咧登台嘅時候咧，好多人都識呢一首歌好 hit， 因為喺夜場裏面咧好多人中意聽嘅，咁所以咧我已經背得好熟。咁而我其實本身都好中意聽呢首歌，咁所以咧我又知道今晚好多人唱情歌，所以帶一啲唔係情歌，另外一啲嘅嘢俾大家聽下咁樣。咁希望大家中意 Wonderland Music Guide。完全感受到你體溫，盡情開心，煙花插住香薰，燃燒一刻。